朋友们好，我是李医生。这个大家都知道呢，现在很多人的毛病都是因为生活条件变好而引出来的富贵病，比如高血脂、高血糖、脂肪肝等等，都是如此。其实呢，以上的这些都是跟吃的食物脱不了干系。我们餐桌上的很多主食就是让你发胖的元凶，而发胖就会引起各种的富贵病。我们再来看哪些是令人发胖的主食呢？第一种，油条。很多朋友习惯早上呢喝碗老豆腐再加上油条，一整天非常的舒坦。但是呢，油条其实是含油的大户，而且呢，油脂经过加热之后，特别是达到了250摄氏度的时候呢，会产生致癌物，所以啊，建议大家少吃为妙。那在吃油条的同时呢，建议也要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或者水果。第二种，西式的快餐。其实呢，不仅是油条含油量高，西式快餐当中，比如汉堡包、薯条等等呢，吃起来方便和美味，但是它的热量和脂肪的含量相当的高，而且呢，这些食物缺乏维生素，还有矿物质以及纤维素等等这些营养，长期把这些食物当主食，不仅会发胖，还容易出现营养不均衡，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。说了这些令人发胖的不健康主食呢，李医生再给大家介绍几种健康的主食，长期吃它们可以让身体维持在健康的状态，让疾病来得更晚一些。第一，小米。中医认为呢，小米有补虚、健脾、和胃、安眠的作用，尤其适合呢老年、体弱、病患、产妇以及呢幼儿来补身体。此外呢，喝小米粥还能提高睡眠的质量，平常呢睡不好的人可以多吃点小米。第二种，红薯。中医认为呢，红薯既能补先天之肾阴，又能开后天之脾胃，对人体的健康有全面的益处，而现代医学也肯定了红薯的营养价值。红薯呢富含维生素还有钙、磷等矿物质，其中呢维生素 B1、B2分别比大米呢高出6倍和3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红薯富含膳食纤维，能够刺激肠胃的蠕动，促进呢排泄的通畅，有效的预防便秘和肠癌。不过呢，红薯不要吃得太多，否则呢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，并且呢要注意，长了黑斑的红薯可能含有三缸的毒素，千万别吃。第三种，荞麦面。这个荞麦面的原料呢是不去壳的荞麦，它富含有更完整的膳食纤维，使用荞麦面之后呢，可以在肠道壁上形成屏障，减缓糖和油脂等的吸收，防止肥胖的发生。此外呢，它含有的食物纤维还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，对促进消化排泄和缓解便秘呢都有帮助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看完今天的内容，请帮李医生在视频下方点赞、订阅，感谢您的支持。